沙滩上发现鼓包，必须抠一抠。呀，沙子里居然有花盖蟹，奇怪！发现一只猫眼螺，来看看它的肉吧，像不像个海绵宝宝？不过这沙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搓一下特别的舒服。这只小海兔老是跟着我，我的手到哪里啊，它就跟到哪里。蛮听话的吧？放了吧，快走吧。这是要跟我回家吗？这是只珍珠贝吗？哇，好漂亮，好白啊！行吧，这么好看的贝壳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不会是个壳吧？怎么绿了呢？哎呦，这底下还有一个，那就只拿这个大的吧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反正啊，有鼓包挖它就完事儿。露了个小口，这是个黄皮蛤蜊啊，挺大一个。这种蛤蜊煲汤可鲜了。这种鱼啊，特别的好抓，它叫沙光鱼。哎呦，挺滑溜的，捏它的脑袋就行了。它现在还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咋回事吧？看，这儿有只斑节虾。哎呦，我去，这功夫挺厉害的嘛，虾蹦的。这种虾的颜色特别好看。